新兵联谊会，杜海涛、沈梦辰 ，show time。这就是你们在家的娱乐活动吗？可是真棒呀！你知道最让我感动的是你们两个的合拍，因为这个舞蹈有很多碎的拍子，他们两个比如说拍手什么都很完美，而且因为今天突然换了这身衣服，就是佳佳这身衣服很滑，对，所以呢他在那个搂着梦辰的时候会往下滑嘛，但是两个人在尴尬的时候马上化解危机，很棒啊，很棒啊！